哇，你还喜欢去啊？啥子肉串？四川人咱都是多面，你看肉串烤出了。准备一颗绿萝卜，把它擦成丝儿。萝卜丝里面加一勺盐，把水分杀一下。再准备一点肉馅儿。再切一点姜末，把萝卜里面腌出的水捏出来，萝卜丝再往短里切一下。再加一点姜末，加一勺花椒粉，再来一勺盐，加一点点老抽，再来一勺熟油。锅热以后，把饺子一个个放进去，然后摆好看一点，等会做出来的样子比较漂亮。沿着锅边给它加一点油，盖上盖子，用小火把饺子先煎上两分钟，底部炸到金黄色了，就可以给它加一点水了。给锅里加一点水，水把饺子能淹过二分之一处就可以了。这会盖上盖子，用小火把饺子煎一会儿。水已经干了，把鸡蛋打进去。鸡蛋液还没凝固之前，先撒点黑芝麻，再撒点葱花。哎呦，这血还笑了呢！血停了。笑了，笑。图腾要吃哪一个？妈妈给你加一块。这个。吃这个。好，我给你加一块啊！我吃一个。你奶奶给我先给的。这样吃。好。给啥？